女明星素颜有多真实？有一种素颜叫起床瞬间，不得不说杨颖这颜确实能打。戚薇更是人间真实。这起床困难的样子，是不是像极了屏幕前的你呢？当有人攻击他素颜丑时，他直接霸气回怼：丑很正常，那我起床就是这样啊，也没有谁起床就是个玩妆，这也太假了。但是我就想看看这些说不好的人早上起来你有多不油啊，你是精致玩妆一张脸吗？就是发了朋友圈那种玩妆的 P 过图的，整张脸睡在那边，那个不是尸体吗？这话很难不让人赞同啊，年轻就是好。睡眼朦胧的关晓彤皮肤也是好到爆，满脸的胶原蛋白，属实让人羡慕了。你看清我是谁没？你姐。我们节目换模式了。但晓彤，你这睡姿也太爷们了吧，起床就被摄影机突然袭击。还有虞书欣，哇，这是多的吧，你先数数多少钱。750，算多了吧。但虞书欣，你是对自己的颜值存在着什么误解吗？妹妹，你为什么一直在补妆？因为我素颜妆后差距大。玩吧。